Hey， 我是咪大熊 Much Bear。今天呢是乐高，而且这一次呢，人偶抽抽帮的是抽蝙蝠侠的，所以呢，大熊就一次全收啦。这个可不是大熊去摸的哦，这个是大熊呢都花了一些钱，直接去跟店家一次买整套回来拆，好爽啊！蝙蝠侠就是要买爆啊！我应该把它拆开来，再一包一包拆，对不对？哦 ，OK， 那我们开始拆吧。我们的第一只会是谁呢？它锁链了，它锁链还破掉了。披风，看有大件披风跟小披风哎。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这一次到底有哪些角色吧。这一次的那个它的那个收集纸呢，是做的很漂亮的，就是这种方格状的设计。哦，而且每一个人物都变得超大只哎，这样子的收集感是很棒，而且可以让你打勾说你到底有哪一只啊，哪一只啊，哪一只、啊，你拿到了哪几只？哦，然后目前这一只呢是一号，第一只，我们来组看看吧。然后这一次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就是它会给一个这个特殊的小零件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先把透明的这一块插上去这里，然后再插在这一块黑的。然后再这样装上去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做出像这样子飞起来的感觉。它的披风，好歪哦，就这样飞起来的感觉。哦，不行，再这样下去我会拖太久。来开第二包吧，反正最后一定是整组嘛，那就是我们一只一只的开，然后一只一只的看，超可爱的。第二只会是谁呢？哦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是诚实锁链。这个呢是我们的二号神力女超人。不得不说，这只神力女超人超可爱的，而且她看完电影后会觉得。Oh my god！ 我爱死这个人了，哇，真是可以把 gay 给掰直的一个人才怪啊！他这一次的包装有点破烂啊，把那个透明的袋子粘在这个底部了，很气耶！哦，好了，打开了，叮叮，超可爱，丢绳子，来第三只，叮叮。哦，那照这样看来的话，他应该是有给我做好编号哎。第三只是水行侠海超人，他头发真的，你跟我说他是雷神说我都相信了。我们后面就不装这个好了，我之后再来装。刚讲他是这样子，他有一只鱼，而且他手这边呢是一个勾勾，很不一样的一只角色。那我们来看第四只吧，耶、yeah ，一只一只拆好爽啊、哦！这一套真的做得很棒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套可以直接买。大熊也是看完一整套的样子以后才决定整个直接买回来的。这看起来有点像美国队长欸，因为他身上的那个星星纹路超像美国队长的，整只的纹路都超像的。这只美国队长呢，他是有了这个奇怪的勾勾，神奇的勾勾，而且他勾勾里面还是有那个有点像亮片这样闪闪的，很漂亮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只。哦，这个灯好可爱哦，这个灯超可爱的。哦，它有一个神奇的小装置哎，它有一个这样小小的神奇小装置，然后把它装上去，就可以让它拿着的神奇小装置。下一只，哦，是豹女，好，所以它有尾巴，呵呵，把它装成上翘的，它是往下垂的。哦，而且它有一袋钱钱哎，好吉祥哦，新年快乐，这样很可以耶，好可爱。钱钱，新年快乐。OK， 继续来我们的下一只吧。哇、哦，还好多哦，这样拆起来太爽了吧！哦，是超人 ，Superman。因为很多那个乐高的大盒的，大熊不是那么爱，可是呢，因为大熊又特别爱里面的角色，所以我觉得出这种人偶抽抽包真的是很棒的概念，因为其实花了等于是一盒大盒的钱。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角色都收齐，因为你一盒大盒的绝对不可能有那么多角色，顶多三只五只，最多给你到八只好了。我这一次买是16只哎，好爽哦！他的超人是很还原哎，他有这个一般的，然后眼睛发光的，好酷哦！大、啊、披风，这可是超人的基本配备呢。重点的头发超帅。他拿了一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报纸，锵锵，超人帅，再来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绿灯侠了吧？哦，它这个就不是双头雕了，因为它就是这样，然后后面有那个雕花。哦，好认真哦。哦，它跟刚刚那个大叔是有一样有神奇装置的。快说，你们两个是不是父子啊？你们两个是万圣节提南瓜灯，然后去要糖果是不是？一只蝙蝠侠怎么还没出来？我们已经开到快中段了耶！哎呦，一直掉零件，我的手真的很废。哦，是钢骨，它银银的，它银诶，它颜色很银诶。很亮哇，它也是一个脸而已，它没有双面的，而且它很酷哦，它的头是这样对不对？这样装上去的，
它有一个配件是铁链，然后它有趣的地方是啊，铁链给了两条，可以玩荡秋千哦。哎，没有，一个是玩跳绳。耶，蝙蝠侠出来了！而且它这一次的那个蝙蝠侠零件超特殊的，它这次蝙蝠侠零件超特殊，它有一个这个多节边，这个超酷的，这第一次看到，好帅哦！这一盒可以说可是为了蝙蝠侠跟水行侠买的。因为我真的看完水星侠真的好爱哦，然后又看到神力女超人，哦，神力女超人美爆，哇哦！等一下，这个蝙蝠侠头光是装上去就好帅哦 ，Oh my god， 太帅了吧！而且我觉得不行，我的蝙蝠侠披风一定要斜一边，这样才更帅 ，You know， 有一种风吹动、的感觉，对，耶，荡秋千啊，踹死你，踹死你，踹死你！很好，这个很赞，这一只超值得收。如果有机会可以多一点点钱直接买到的话，快点买下来，超帅。Sally this guy， 哦，真的是十字弓的女生。这个 DC 系列真的是披风系列哦，而且它有腰带，它一只还给了两个腰带。它都会给一些特殊的小零件，然后给那种就是 double 量十字弓，帅，好炫炮，它有十字弓哎。其实我不认识他谁，我只是觉得哦，他十字弓很帅，而且他紫色的配色超美的，半边身体炸烂的那一个应该是吧？如果没记错，应该是那一个。我喜欢这个，他有一个大大的手手，这个应该如果出萨诺斯，应该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做吧？哦，他装上去以后就变这样，哦，他手好可爱哦，超酷的，超炫炮的大大手，耶！哦，是小丑，我们众所期待的小丑出现了 ，Joker。小丑也是一个脸，可恶！这个小丑是大雄比较不熟悉的版本，因为大雄熟悉的是那个西斯莱贼，好白哈、哦、，Joker 的扑克牌 ，Joker 超可爱的，这超酷的耶小丑。哦，是小蜜蜂，汪汪汪！而且很特别，它这翅膀是硬塑胶块，超酷的，很可爱的包包头，超可爱的。它是蜜蜂，可是它的攻击居然是闪电，它的攻击是闪电，闪电。闪电加一包，我们好像快拆完了，剩两只。那这一只的话，哦，闪电侠，哇、哦，它好多零件哦，它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帽帽，冲刺帽帽。闪电只有一人，超可爱。最后一只，可能最后一只很特别哦，就是最后一只呢，它是小蝙蝠侠。其实我对于它的出处我也不是很了解，我只知道觉得哇，它好可爱。重点是它的腿很烂的地方是。他腿很短，所以他腿是不可动的。他不像一般乐高人物一样腿是可动的。呀，可恶啊！而且他很特别，他的那个帽子的角角是歪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奇怪的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这个不知道什么。哎呀，知道的粉丝可以告诉我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总共16只开完了，我等一下会个别一只一只的拍照，然后放在我影片的片尾，让大家好好的欣赏。对，没有错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是总共16只，就是这样，16只呢开箱就开到这边。那如果喜欢大雄影片，请记得帮大雄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。那如果说你也有买了这16只的话，可以来跟大雄分享一下哦，或者是你也喜欢买乐高还是什么东西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雄聊聊天。那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哦，等一下记得看一下大雄后面的照片哦。